大家好，我是钟辉，咱们今天又跟师傅一起来修蹄子啊，为我身后这头毛驴修蹄子，又是一个烂蹄子，看看他配合不配合，咱们一起去看看，看看师傅能不能把它拿下，咱们去看看。看这头毛驴啊，看这头毛驴，抓住了，跑不了了。帮中间柱子上，中间柱子上，中间柱子上那磨是正。看他这个蹄子啊，看他这个，哎呀，这是个烂蹄子。师傅又开始磨刀了，先做个准备工作，又开始磨刀了。这烂蹄子，对，那你不就又不好抓？嗯，这上凳子了，我捞捞底部。别动，别动。好，第一只蹄子修好了啊，第二只蹄子开始。这蹄子好不好啊？啊，快走，家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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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嘞。好嘞，卖费就卖手吧，费的劲儿，多忙的，三对儿，那你还一对儿？好嘞，别闹啊，好嘞。修完的蹄子，你看多好，圆圆的啊，变成小尖帘了。放绑了，嘿，抽着鼻子。哦，对，那个是那个吧？是。啊，这个是肉虫，绑完血本虫。走吧。大血本虫，这蹄子当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钟辉，我身前这匹枣红马。来修蹄子啊，带着宝宝来修蹄子，这个宝宝到处乱跑，使妈妈不得安心，咱们去看看。好了，好了，有些不配合啊。哎，
咦，哎，掉了啊！露过水。看不到宝宝了，看不见宝宝开始闹，不敢走。哎呀，太硬了啊！好嘞，好硬的马蹄子。好，抓一块。哎呀，抓一块。哎呀，确实是硬。看这一块。给他，给他片。完了，吃吧。好好，哎，要转了，你看就坐一块儿。让让你。去，好了，刹住，刹车，好车，找不到妈妈了。看这母猪两个，妈妈要修蹄子，还吃奶呢啊！好累了，这个蹄子特别的硬啊，特别的硬。这一个马上就磨几个，磨一磨刀，磨一磨磨刀，接着干。看这回行不行啊？看师傅能不能拿下。小心一点，师傅啊！哎，对，套上一只腿。腿上直着呢，不往起来抬它都。对，就是舍不抬腿上。好了，走。哟，抬起来。哎呀，马上掉了啊！马上掉。快走。师傅牢牢底部啊，师傅牢牢底部。嗯，鱼好了好了，陪他点，陪他点。鱼好了，鱼好了，鱼这里这里。好好嘞。看这次能不能成功啊，师傅给牢牢底部。这刀好厉害，断魂刀，断魂刀，也得轰他，下下人家握握手，哎呦，嚯，好威，这土鳖了人多，我查查毒，不动是吧？好了，彻底修好了啊！这个是彻底修好了。